哎，听说今天是高雄的球鞋市集，那我们今天来到台旅这边，带大家一起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票之后会有一些折价券，还有一些地图导览。那这边有一些球鞋的客制展，非常的特别。像这个是火影忍者系列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有空来可以来逛一下哦，可以在这边看到以前没看过的一些客制球鞋哈。来，遇到我们的大 YouTube 小马哈 ，Hello。那小马这次在的摊位在大门走进来的左手边，那小马这次有推出一个潮流一番赏系列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那大家可以来玩玩看哦。那我们现在请小马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自己推出的项链，那我们就是打造一个我觉得很合适的一个长度，那只要有玩买项链的都可以做一个市集限定的一个互动游戏啊，就是我们的项链其实就打造一个比较亲民的价格，1000块钱，那每一抽都有东西，大奖就是有我们的芝加哥一代，所以这一个就等于是说好玩为主啦，对，给我们的观众粉丝们做一个互动。那我今天就来实际帮大家实测一下，看我的手气如何哈。OK 要来现买一组。因为现在还很早，所以我们目前大概才卖出十几个而已。十几个很多了，现在才刚开始。对啊，现在才十二点而已。来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开抽一个。没有，先让大家看一下项链。Okay。这个是什么材质？这个是我们的钢的材质。哦，钢的。然后我们的项链其实它这是一个军牌，它做两面的 logo 啊，那它可以把它拆掉。所以就变成素的啊，就是也可以带纯链子，对对对，也可以带纯链。那我觉得这个长度算是还不错。对啊对啊，还不错，就是蛮百搭的啊。那我们先来抽抽看喽，试试你的手气哦。好，直接抽，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。好，芝加哥应该是我的吧？来，先请观众帮我们看一下哈。H 好，就是我抽到小马他们品牌的衣服哈。H， 那他们最差的奖也有他们品牌的衣服跟服饰系列啦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划算的。1000块其实是没赚钱。对对对对对。那芝加哥还没被我抽走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大家可以赶快来抽哦，蛮有质感的哦。OK， 大家记得来玩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小马。到这边。球鞋市集里面也有一些服饰的摊位，那像这摊的话，它就是很多 BAPE 的东西，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边满满的都是 BAPE， 有兴趣可以来看一下哦。好的，那我们逛完球鞋市集出来啦。
那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，这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摊位，有那个客制球鞋的摊位，那有蛮多蛮特别的鞋子，是你一般不太可能会看得到的。大家如果有来的话，一定要去那摊逛逛。还有一摊不能不逛的，就是小马的摊位。那小马的摊位，他这次有做一个潮流一番赏的那个抽奖活动，我觉得个人是觉得还蛮有趣味的。那本身所附赠的那个1000元的项链，品质也是蛮够的，就是素的古巴链搭一个军牌这样子。那如果周末有空的人可以来试试手，其他的最大奖是芝加哥，就是那双最近那双 Lost and Found， 目前还没被抽走，大家可以来抽抽看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